今天刚好周末啊，骑了拳呢可以带大拿去吃好吃的。数一数，数一数，看看对不对？一张，两张，三张，四张，五张，六张，七张，八张，九张，十张，十一，十二。抢劫！哇，你是谁啊？光天化日抢劫！完蛋了，我的工资全部被抢了！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周队长，怎么了？我听到有人抢劫啊！我刚才取钱的时候呢，全被抢了，跟住前面那个小胖墩。啊，老板，你今天说要带我去吃好吃的，原来你去取钱了。对呀、啊，一定要抓到前面那个小胖墩呐、啊，不然我怎么带你去吃好吃的？周丽霞，你是追不到我的。周丽霞，他突然不见了，怎么办？可恶啊，怎么突然不见了？我们的天网系统呢，在银行附近有没有监控？好像是有，我们要回去看一下。走吧，走吧，直接回警局。你稍微等一下，我找一下银行附近的监控。哎，周丽霞，这个监控可以拍到银行正大门呐、啊。可是我被抢的那条路呢，刚好挡住啊，拍不到哎。那怎么办？我想一想啊，哎，有办法了。你说。我的办法呢，就是你假扮群众去取钱，然后看见那个小胖墩呢，会不会过来抢你的钱？问题是，我都没有多少存款了、啊，我去不合适吧？这么少钱，他应该不抢吧？来电话，大傻，你接一下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乐高警局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？不好了，我刚取完钱的在银行门口被打劫了。你也被打劫了，别着急啊，我马上过来。好的。赵丽霞，你的方案呢可能能行了、啊、一会儿呢我就去假扮群众去取钱，然后吸引他出来。对啊，只能是这样了。那走吧，我们直接开私家车去。好嘞，我车子呢就停在这里啊，一会儿呢我们对讲机联系。好的好的，那我去了。大傻，你多取一点。我很穷的，卡上就剩下300乐高币了，我取100，跟着他后面抢啊。这么少啊，100他应该不会吧？那你试一试吧，没办法了。我现在取完钱出来了，一会儿呢我就假装在这里数钱了。一张，两张，三张，四张。快钱，快钱，交出来！小霞他来了，你赶紧过来！拉住他，拉住他，别让他走了，我这边准备好武器打他。原来你们两个早就在这里埋伏我，看来我是上当了。但是就凭你们两个想捉我吧，没门！哎呀，哇，他把我撞倒了，大傻他人呢？飞跑了，我们没抓住他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气死我了，又拿他跑了。我们去找博士啊，问下博士有没有办法。只能是这样了。博士，有一件事情要你帮忙啊。什么事情啊？这么着急？我们乐高城呢出现了一个劫匪啊，专门抢取完钱的人呐、啊。然后我跟大傻呢一直抓不到他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这还不容易啊，你们在一起取钱，让他过来抢、啊、然后在钱上面呢放一个定位器，这样呢你们就可以找到他了。还是你有办法，那你把定位器给我吧。给你啊，记得一会呢要放在你们的钱上。好的。大傻，别忘了把定位器呢放在钱上。知道知道。钱给他，把钱给他，然后上车。好的，你的定位开起来了吗？开起来了，开起来了。他现在呢是往机场那个方向走啊。太好了，现在呢他应该跑不了了。他应该已经到达目的地了。现在这个移动状态呢已经停止了。原来他一直躲在机场附近啊。机场附近呢有哪一个位置可以让他躲啊？快到了，还有500米啊。哎，会不会是前面那个修车厂啊？应该是啊，不然还有哪一个地方可以躲呢？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车子坏了要修一下。你们找错地方了，这里没有修车、啊。那你招牌挂的修车厂，你这里不是修车的？不是，你们两个赶紧走吧，不修车。老板，你有点反常啊，不修车吗？那你还挂修车厂的牌子？然后我问你一下，你有见过小胖墩吗？什么小胖墩、啊？没见到过。你们别过去啊！你们是谁？我们是乐高警察，在找劫匪啊。超警侠，超警侠，那个劫匪在这里，我看到他了。还是让你们找到这里了。哇，原来刚刚那个老板就是操控他的。坏了我的好事啊！赶紧投降吧，你是跑不掉的。我是不敢投降的，除非你们把我击落下来。超人侠，小心小心小心，他肚子前面的有炮的。我知道我知道，一定要想办法呢把他给击落下来。但是啊，他的火炮呢是从中间肚子那个地方发射出来的。那我们就往他的火炮出口打。哎，超人侠，他被我们击落了。哇，太不容易了，我们终于破获了这起银行抢劫案了。好了，本期的游戏解说到此结束。我是超理侠，希望我的解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